在你心中，温暖是什么？是无时无刻的贴心守护。好，看前面，看前面。是跌倒后向你伸出的那双手。哎，等等，拿这东西喝，有营养的，好吧，好吧。是匆忙的早晨，一杯贴心的暖饮。是一份远方的牵挂。是在失落时的一个微笑问候。温暖是妈妈给我的呵护。父母用一辈子给我呵护，我想用一辈子给他们温暖。